这个你有没有剧场也可以用这个啊？这太瞎了。剧场这个电动头都可以用。这有点。它的那个变电。哦，对啊，这有点重。哦，那这里也可以调哎，好爽。它可以动哎，好瞎哦，瞎趴。它 position 是从那边靠的。对啊，我也第一次玩。我以为你有。没有，我 NAB 的时候这还没出来。然后他那个前面的好像还有，哦、这个 bug， 你看他先这样，他 position 歪走过去的话，他就那个线就给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个电脑灯的那个，你应该哦，对啊，这个其实不太 OK， 因为这样电脑灯不会有这个线。理论线应该是走里面吗？对啊。因为它也可以整台拿起来用，它这个是配件，有积累，它有点像是把它挂在很高的地方，然后你懒得爬上去，所以你就可以这样控制。而且只能微调，它不能搭配，它过这条线就是俯仰，它会 K 到人。照一下增铅一下，2600瓦。欸、很吓人的 LED 灯，这很吓人。它好像是，很吓人。一颗剧场灯也才1000多而已，它2000多。而且是 LED 灯，好杂，这里有1500啊。这有比较小只的。如果可以把一些资讯整理，然后透过按钮到发你，取消保管。100%。Q。因为你保管技术。好，看来就这样。是。哇，它的箱子。你确定？